翻译豆的朋友们 V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维神 V。 大家好，我是肖俊。大家好，我是杨洋。大家好，我是坤乾坤。我是 Henry。 我是维神 V 的李永新 Ten。 Miracle 筹备了一个星期吧，因为我们还去就是拍了其他的东西，所以说严格说起来就三天吧。 Miracle 我们准备是三天，排练是三天，那歌其实是拿到挺久的。这四个 MV 最好玩的是我们五个人坐在那个圆桌，那个是最有趣的。对啊，对，没有一次是不笑场。有一个场面是我们在桌子上要装出来的样子，但是这个场面吗？我觉得很好笑的。拍了一两个小时，结果只放出来两秒。对对，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关于我们自己的一个物品在前面，没错，非常的神奇，非常的无解。对，无解。肖俊前面就是铁块吗？我是铁块，你不是石块，是石块。块块啊。然后我是一盘散沙，我是一根树枝，啥来着？你就是那个啊，我是烟，不是那个，你是那个香炉，香炉，我是炉，它是会冒烟，但其实那个冒烟其实真的看不到。对啊，对，我哦都没看到，其实对。然后 Ten 是水，对，水嘛，啊，它是一杯水，对，它是一杯水。聊一聊，注意没有 Bella 的健康吗 ？Bella 现在体能厉害，对，他就有去一趟学校，就回来之后，整个人就沉稳了很多，越来越漂亮。对，哇哦，路易跟 Leon 就是越来越懒，然后越来越胖。以前没有越胖，我最近在给他们减肥。没有啊，还是很胖。其实慢慢，路易其实瘦下来。对对，但是就是我最近发现的是，以前跟他们玩，他们可以玩半个小时，现在就是玩十分钟，他们就不玩了。可以玩得了十分钟吗？而且他会喘气。对。我跟杨洋很多不说，杨洋我不想跟你说话，我想跟吕烈说话。快点给我看我的毛毛是这样的。相处秘诀就是多睡觉，多吃青菜，多喝水，勤洗手，消毒液，戴好口罩，没错，保持身体健康。想吃什么就跟对方说嘛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性格可以给别人看起来我们是大学生的一样的。快问快答，最常用什么表情呢？微信那个狗，不错，狗的保护。我有用，经常一个就是一个手，然后拿着这个莲花，双膝赞叹。好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有一个脸红之后，然后他会很尴尬的笑的那种表情，这样的感觉，对，就是我要表示尴尬的时候啊。我是一个就是脸面无表情的一个，然后有个就是眼睛，然后是有个弧圈的那个啊，那个微信里面那个，那个我经常用，这个微笑的。你最经常玩什么梗？梗，谐音梗，没有。真的，我觉得我们谐音梗能玩挺多，特别是他。对，他。你刚才讲的什么来着？为什么会知道、早上的时候怎么样？晚上我们是说想帮路易和利用洗个澡，然后一定要挑下午时间，因为天气会比较温暖点。然后他突然在旁边说：“没错，应该要下午洗，因为早晚会出事，早晚会出事。”哦，早晚会出事。我有说过。哇，这个厉害！我们三个瞬间。虽然一点都，说实话一点，这只是很不搞笑，但是就很搞笑，你知道吗？三个全部，飞旋飞什么？超牛。微神 V 很值得，哎，微神 V 超敬业，微神 V miracle， 这是三个，三次有 miracle。说三个关于2021的关键词 ：kickback， beautiful， miracle， yes， yes， 对。2021觉得自己最敢的一件事情，开发官，开飞机。我是今年染了10次头发。哇。你头发还活着，跟老板私信说生日快乐。因为本来我来中国的时候跟我们的成员们来嘛，但是这一次是我第一个人来的。给自己立一个2022的 flag， 变得更壮，变得更好，变得更全能，变得更高。这个，但是说实话，有可能，有可能。我妈说24岁之前都会长高。哎，我去年我都长高了。挑战自己，然后信的我。对，那个 TMI 就是我们其实在今天之前我们很久没见面了。
现在有自己个人的房间，然后就是不那么常见的话，反而更增进感情。对啊，对，我跟他住同一个宿舍，我都不常见他。对啊，天天待在房间里头，就是因为你生活上，因为难免的每个人的生活习惯不同，有的时候一住在一起的话，肯定会难免会有一些摩擦嘛。对啊，反而就是哎，反正就偶尔不见的话，反而变得比以前更好。分分合合，合合分分。啊，命运决定一切，命运剪刀布。好，进去。耶！三二一 I say liberate your conscience。 哎呀，你别玩我了。三二一走。 Ready go。 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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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涂小俊顶过六折。对，有什么练腹肌的诀窍吗？矿工你想变壮你练就行了。你不练不会壮的啊。有什么诀窍？有些人是很难变壮啊，他是要腹肌而已。那给你一个减脂菜单吧。我的一个减脂菜单是早上早餐的是鸡胸肉一块，苹果有维生素的话可以吃一口维生素。中午的话蛋白粉香蕉，晚上的话一碗白米饭鸡胸肉香蕉。 OK， 出洋洋 at bling.j。 小杨这次回归换了得有四次发色了吧，虽然很好看，但是很担心我们小杨的头发还好吧。那其实因为我现在开始会保养头发，所以没有之前那么严重，就是之前有断过嘛，但这次一点都没有断，所以还是很开心，就是随便拿油就涂一涂。涂乾坤加薪就挪一下。他说为什么每次自拍都超级好看，有什么自拍的小技巧吗？其实我觉得自拍呢，光线真的特别的重要，大家真的一定最好找一个自然光，要么就是跟自然光特别接近的光源，然后记得要把嘴唇咬进去，然后打你哦。哇，你刚刚那句打你哦，汗毛一竖。哇哦，千万不要找大太阳，要找那种就是比如说阴天或者是太阳快落山了的那种太阳是最好的。对，土黄冠亨，我是最棒的宅爷，经常焦虑怎么办？每天都在内耗，可以给快要考试的粉丝们一起鼓励吗？把人生可以想远一点，大一点，我是为了什么？有很多人是为了玩而来到这世界上，有些人就是为了让家人过得更好，有些人就是为了要让自己过得充实，有些人是为了来做慈善、做学校，然后捐款来到这世界上。每个人都有不同使命，然后看你自己是怎么对待自己的使命。看得更远一点、更大一点的话，然后你的态度就会有所改变，对，然后就会轻松一点，没那么紧张。最近试了国内的什么好好吃的辣椒小炒肉，对，今天的采访就是结束了，很开心跟范来都一起做这个采访，然后我们下次见吧，拜拜。